好了，我按录影了。死掉！对，我一直忘记是这一波守不住啊，哭了。第九条今天加的外援就有，没有想说这就是潜规则有没有？不潜规则啦，隐藏规则。没有很多人新增，没有啊，其实就是每次开采就一两个在后面回收而已，就还好。真的受不了也不是，早就该加了也不是现在才加。导航不妙欸，已经打完了欸。故意犯就是那个永奔的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说只想口头而已啊，不想要直接加上来，就是这个原因啊，就是怕会有人想要直接故意在那边闹。有人说啊，我被繁星 ban 了耶，哈哈，你看我被繁星 ban 了这样子。他连续放自己两次会有掉卡片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啊。讲潜规则你们没有，不要这么乱想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骗人，恶心。就在我旁边。那利恩要去吃海胆吗？来不及了。耶，免费的道具。可以不要恶心我吗？可以不要恶心我吗？看一下哦，他有卖什么？嗯，欸，那利恩，你带我去解任务好了。那个什么鬼？啊，陌生人那个的话，我自己再去解就好了。然后我昨天就是想说，我不是跟你们讲说，我昨天不想要结束后想要好好的调作息就不玩吗？结果我昨天就突然在跟泡芙聊，我们聊到一个东西是那个白天设为是母克尔，晚上就会变成飘飘球这件事情。啊，因为我刷不到，而且我刚好又想要把那个抖内音效改掉，哎哇，有点太长了。我想想，哎。那改成那个闪光音效好了。那我昨天就在刷闪，刷到一只鬼丝通，我想，鬼丝通出来了，那我切成白天看一下有什么，又没有生东西，就又睡到晚上，想说抓回那只鬼丝通，
就是鬼师通不见了，没听错，不见了。再说一次，不见了。啊，那是鬼师通就这样子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你带我去买那个，买那个樱花头。那我先拟解任务什么？我先拟解任务哈。哦，樱花还没哦。你要休息了，明天去学校补考，加油！现在办公室是卖叼嘴樱花。嗯，看一下哦，260块。英文直接重补修啊！我也是，我真的是真的要好好念英文呢。我真的好喜欢这只哦，还有另外一只叫死者的。樱花是明天，对不对？叼嘴樱花，迪恩，等一下哦。哇、哦，好贵哦，670块两个，我的天，我没钱了，钱都变成可爱的样子了。钱都变成蜡烛的样子了，我的天哪，好穷哦。要来开加班台了吗？真的有点贵，对啊，哎，好穷哦，1000块已经喷掉了啊。樱花是春之日的时候，现在不是春天了吗？没有钱。
但差五块钱欸，要不要这样吗？活动据说三月中开始，春之日吗？哦是哦对啊，春之日跟那个情人节是分开的齁，好穷哦。完了，哑巴，打不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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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熊一七七。春之还有茶座，我知道啊。啊，光遇啊，至少光遇没有氪金啊，没有要氪发型之类的。万圣的时候不是还有发型吗？对啊，可是有一个蜘蛛发型我没买啊。欸，有一个囤积症的我，蜘蛛发型我却没买欸，我都觉得很讶异了。我长大了，没买那蜘蛛发型。你有买？哎，光我有没有捡到啊？结果没再带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我买了，应该真的也是再也不会带的那一种，我就不会想买。但我囤积症。可是我囤也是囤好看的，可是现在看到我那个收藏库里面就那个发型有一个空位，我觉得好不爽，哦，超不爽的。
你为什么要乱变我的发型啦，北七哦，好丑哦！骷髅法师加他攻速真的是很爽。用魔法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在变那个万圣节那个长发卷发的那一个白痴利恩，乱变发型，北七利恩。没取消，没事啦，反正等一下就去坐码头了，没事没事哦。增加攻击速度单位，哇，还可以加哦，看看有没有，没有。这可以留一下，再来，啊，没中。没了，我想要打不通知，哎呦！好了，我们 switch 返回，关掉，那一样就是先介绍一下啊，我昨天为了刷色尾音效搞了什么东西。你好像有点小哎，对，有点小，还是因为下雨吧？开启混音装置。来，这个，我看一下昨天哪里开始啊？这个。这是我昨天想说，啊，进来刷一下好了，然后就往前飞，想说刷一下，顺便刷一下花园怪嘛，因为我要顺便解那个喂食树林龟的任务，就是树林龟那边找一下，然后这边找一下，哈尔滨，看头目欸，应该说，那个花园怪过去不是每次都有，大概10次里面出一次吧。然后没有注意到他80等，差点克雷瑟利亚被他打死。我衣服换了啊，换成忍者的。噔噔。
说的那个蜘蛛发型是庞克头的嘛？他就旁边头发旁边有剃掉。你看，我在找那个树林龟，然后又没有，然后掉头就走。我想说顺便看一下啊，有大量发生鲶鱼王，我都去看一下。然后一出现闪光之后，我就开始在那边刷鲶鱼王的那个闪光的音效，就在那边在刷音效。我伫食饭，食饭食饭。你看这次刷又没有花岩怪。你下午人还在吗？等一下。我卡在下面呢，利恩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换这个。很北七耶，然后那时候就在验证那个白天跟晚上有没有色纹，结果刷了一下，就是发现没有用，我就重新读档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刚刚位置应该在这边，我就重新读档。然后确实就是那一只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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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好像是鬼尸的吧？我们又抓到鬼尸，就跟阿靖说：“阿靖又有鬼尸了、欸。”真的很扯哎、欸！每次都遇到鬼尸。这边，你看一下左下角那个什么拉鲁拉斯，然后另外一只也跑过来，换另外一只。到底在干嘛？好了，这就是昨天发生的趣事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欸，我啊，那些有玩的应该不在，因为不知道花园怪有没有色尾啊。
然后这是我的图鉴，你看喂食完美了，好像有，不要说好像，因为现在因为人家说现在有改兽了，所以不知道那个花岩怪是改出来的还是打到那个刷出来的，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影片啊，只有图片没有影片的话，这很危险欸。你懂吗？现在这个东西，除非你用影片，你有图片的话，都是假的，是假的啊，不能保障说是真的。好啦，帮我们去天冠山吧。来，我们就在这边等等时空扭曲出现。我们就在那边收集东西，东踩踩西踩踩。然后先从这边开始，我们重新体验一下。走喽！来采矿好了。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放判定的。我搞不好挂到今天都不出去，也不会有欸。欸？是不是就野生的了？那这件衣服好像什么忍者，就忍者装啊，帅吧？因为我蛮喜欢，就是手腕那边跟脚踝那边，就是有东西包着的感觉。这是我的设计理念。很帅吧？就是忍者装啊，火影。忍者当时还在找说有没有橘色的啊？回了，好好好，回家。嘟嘟嘟嘟。哎、欸，你们等我三分钟，我回个那个火，回光玉的火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不要在星盘打字吗？我点不到好友，你们可以借过吗？利恩小妞可以借过吗？就点到你们。如果我们要回火的话，可以借过吗？
挂机熄火，一样要用乐器，对不对？好诶、欸，挂机挂机。早上回来了 ，Hello 豆子，豆子你好。做事机解开，好，开了，我们开始玩。我发现小账加入会员后留言不会消失嘞，是不是本账坏掉了？那你只能猜测是你本账坏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哦对，还有刚刚进会员的，感谢感谢。那个在跟哈基他们玩，没办法回，很抱歉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补一下图鉴好了，顺便。看见迅疾招式，亚空猎斩，要修哦。亚空猎斩要还回来。好难过，不要哭。麦考麦考，我还在。亚空猎斩，好味，学会亚空猎斩啦！真是没办法，竟然被发现了。先下了，晚安，好，木木晚安。喂食次数哦？啊，不是，要给你吃东西，凶屁！好吧，你既然这么派，不给你吃了哦。
捕获看见念力次数。好喂。打姐妹的时候应该用训根级的啊，亏了，弄了那么多次。要求哦，没睡觉。哦，这是下血吗？是哎、欸。啊！你叫大声！啊！哇，第一次看见迅疾耶，我天。还是要靠捕捉啊。看图。
哦，我那风铃铃，我想那边有站一个人哦、喔。风铃铃，哎、欸。有没有捕获大岩蛇的任务啊？看见隐形岩打倒蜘蛛，我们捕获较大尺寸。没有呢，好啦，进来吧。你嘞？等一下，捕捉头目次数，好，捕捉。你会不会很无聊啊？还是来打麻将？还是来打麻将？然后昨天也把波克击鼓的任务解完了，就是要击杀一只波克击鼓的，解完了哦。挂着光晕睡可以挂着光晕睡觉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可是他的火还他，我那时候看介绍，他有说那个码头的火，码头的火还是有一定的上限值，跟那个之前的阿嬷的火一样，让他进化确认种类，让他疲劳哦。我最喜欢让宝可梦累累了，来一起加入累累病。对啦，哎呦，有蚊子哎、欸，累累，200火是上限，所以大概如果加倍的话是几根蜡？刚好15根蜡吗？还是14根？你累累，一起累累。巴黎巴黎，好诶、欸，很小、喔。没有啦，你没有看到。嘿，靠！许你修我，繁星少看一个零，2000不是吗？利恩不能删，没有，利恩上次就是打这个啦，就他从此都不删掉啦。他知道啊，有冰六位了吗？有了，可是不想让他变九位，我不想让他变九位。全小子的，捕获次数没差距就捕获，没有你没看到我，不是啊，你要不要进来？
你妈在我手上。你要不要进来？你妈在我手上哦。不要，妈妈，我要找我妈。你妈在我身上啊？还是你爸？我不知道。你妈吧。哎、欸，我忘丢他鼻孔正中央哦。然后身上那些孔是拿来放宝可梦的啊。哎、欸，不要每次都跑来挡，骂机车，不是机车，嘣嘣嘣。我喜欢碰瓷啊！我好像有啊，我滑滑滑，很滑。又升了哎、欸！哇靠，红会升哦！对的啦，是的啦。我会死在这里。你敢挑战我？而且这台龟打的次数啊，其实有上限欸，我那时候把它打更长了，然后就他说他有一个上限值。可惜拿回 Switch 了，来啊，来 PK。我还是觉得人马实在不好看，哪会超好看欸？你是因为他旁边那两根吧？这就很好看呢、欸，他们就是要回归阿尔宙斯的样子，不是吗？因为这才是阿尔宙斯啊！啊，就很好看呢、欸。完了，这个人马是啥宝可梦？那个啊，帕路奇亚。来，转过去。啊，真的，转过去。哎呀，被发现啦！看起来好好吃，不好好吃。你说感觉没有旁边那两根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可是他搞不好之后会长出手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万一后面有 DLC， 有那两只手手长出来的话，不是很棒吗？蓝色人马，蒂亚卢卡我还好哎、欸，看一下图片，捕获次数、叫中次数。看禁岩崩，以格斗姿势打到格斗、喔，格斗。
看一下老婆。金素玄精神战西上啊，顺便改一下技能，用一下哦。金素玄，汲取之吻。哦，会抓阿尔宙斯吗？我不确定，我有阿尔宙斯啦，我已经有啦。欸，我破，你知道我破台了吗？我现在就只在刷设围跟收集东西而已。暗之石什么鬼？然后要用火系招式打野草贵妇。啊！喂食圆筒，打倒次数，捕获次数。是嘎嘎小妹妹，不是这个嘎嘎叫丫丫，欸，不同，不同的不同的嘎。又要摔死了吗？啊，不会第三次好吗？已经摔死过一次了，怎么可能会摔死第三次嘞？对，嘎嘎好久没出现了。哎呦，你已经浪费我两颗球了哦。哎，好了。圈圈熊不用抓了，咻！来，让我看看，嗯，来来来，你是要什么东西？格斗招式打倒，格斗招式打倒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，这个我会，这我刚学会。事不过三，某一天某人犯，近身战。其实这样子，这样解任务蛮开心的啦。看一下，嗯，看见咬树，闪电牙，你在我后面跟着我。哎呦，我想说后面有声音。刚刚真的是忽有庞然大物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。我吓死了！看一下，我要什么任务？但繁星玩很开心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我们的教主，我们克雷瑟系克，我们利亚教的教。刚猛迅疾，好，就是刚猛迅疾。看我平时都没在用这个。修复的。等级移植系统，我觉得不要哎，这样游戏寿命会更短哎。哇麻哦，我想说麻痹用不出来。清一个啊，完了。清他。完了。清他。你看这时候如果特性柔软的话。就不会被麻了欸，对啊，减少乐趣，减少超多的欸，你这样就只要单练一只就好了。
然后另外一只抓到好的直接移过来，这样游戏寿命减短超多的、欸。你知道越方便的东西就是减少寿命。你看之前那个金色皇冠跟银色皇冠，那个东西就减少超多寿命的嘞。仓鼠不可咬，我仓鼠不可咬。野伞大师晚上好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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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现在都叫我野伞大师了，看来你很棒了。嬉闹！嗯，看看这个屁屁。灰夜姬的屁屁，可惜圆圈耳对吧，长耳兔就 Mega 才有格斗属性，可惜啦。走回去睡觉，打浪就叫歪区不该不见的啊啊！我们让这只进化好了，不然我们的泡芙没办法完美图鉴。看一下哦，哎呦哎，哦花瓣我解完了，白痴哦，可达亚念力，走继续玩。水系招式击倒，野伞大师教我怎么刷野伞，你就路上随便走一走就有了啊！靠酷啊！你看，野伞大师要被打了，你就路上一直逛啊。你就当个纠察队啊，到处看，到处走啊，这就是野伞大师的技巧。满月刚过哎、欸，啊，野伞大师要去买宝贝球了，都不够了，买一下宝贝球。啾啾啾啾，买球买球。哦，他没卖零件，真哭。话说这只仓鼠
哎、欸，仓鼠，你要不要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要回有什么仓鼠星球之类什么鬼问题的哦？啊，最近一直重看那个什么，迪士尼的以前的卡通，看得好爽。等一下哦。天蝎捕获次数没有被察觉过。好，孟娜吗？哎呦喂呀！哎呦，怎么那么凶残？麻衣哦，哦好，是麻衣。哇！你再跟我就要打倒你了哦！你用什么招式打倒吗？让他疲劳。我翻滚了，我翻滚了，疲劳，疲劳。啊！准备接我尸体了，各位。还是孟娜那里料理啊？狙击手预备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装错子弹，看哭啊！孟娜看完麻衣再来你这边可以吧？哦，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不要吵架都可以。哎咻！只要不吵架，要去哪都可以，好吗？啊，捉到头目三次打倒，他就是逼我抓头目啊！砰！但太软了吧？狙击枪打地瓜。点头，点头，点头，点头。其实要往远远抓，好像做飞羽球就好了。屁嘞，这就不会中。捕获次数，地面属性达到。射击预备啊！
阴属性没有。哔哔哔哔哔。哎、欸、呀，刚刚那个会动的箱子嘞？咦？我在这。有手比较好看，就等嘛，搞不好会有啊，搞不好后面就有手了啊。道具放不下了，我道具蒸蛋，刚刚是什么？什么之牙？瑞丽之牙。哦吼。是欸，看一下哦，捕获次数，好吧，前方安安，好气好气。他死了！小心，人来了！挨死啦！挨死啦！
没有，刚刚扔的那一颗是我刚刚脚趾头去抠到，然后又多扔了一颗。没有，真的在用脚在玩啊，不信吗？早上还在睡，我也想要。我啊，我每天早上都在睡啊。自己来的。红玲玲。哎、欸，小吃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就没有歪曲出现呢、欸，歪下，对宝宝，对啊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奇怪，人呢？好吧。风铃铃。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、喔！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会不会发现？你回来，你回来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不是我说，我们在这边也待很久了、欸，哎，是真的没有歪曲、欸，哎，要睡了，拜拜，好，晚安。我快被我弟吓死。在用正宝丢完皮雷弹，丢到一半被 gank 说姐我没有肥皂，他自己跑去装工。你说姐现在没空啊？姐现在在打黄色肥皂。我说我现在打黄色肥皂，没空，没空。无情单杀，哦，真的很气耶。应该不少人这样死过吧。轰！等一下，一二三，也不行。有了，金汤要出现了。
游戏真的有时空歪曲吗？没遇过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都在做善事，帮人家捡东西了啊，怎么就没有？难道我做的都不是善事吗？这些东西不该捡吗？在这里，嘿嘿。明天早上还要帮忙，我先休息了。好，晚安。然后 B 台还在我打到一半的时候说快没电了。啊，这就是有用电脑截取的好处，就是开插在那个机台上面。啊，我就挂在这边吃晚餐。哎呦呀！没听错，应该说是早餐啊，不是晚餐。来，赫雷瑟利亚啊，不对，他不是多边兽二了，不然两只会很像耶。哎，你们聊天好了，来聊天。对，这只很吵。你坐下。叮叮叮，你好晚吃啊，我就睡到七点啊，睡到七点，没办法，太累了。我想调作息，可是还是这时间起来。人人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我昨天几点睡？我想一下哦，九点吧。他说今天九点睡。还有这游戏没有迷春节。万民春节的语音超长的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不是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不是说可可夜总会看完就去睡，对啊，看完的时候就想到说要用那个瑟薇的音效啊。但是要吵架吗？但是要分手吵架了吗？
然后就是因为音效一直有雨声啊，或是鸟叫声，我就重录很多次。这个，可是这个音效有点假，就找不到好的音效，因为会有后面的背景音，那个没办法用掉。有听到吗？哦，测试超级留言。不可以生气，好吗？而且你要骂，其实要骂懒懒，好不好？不睡觉的臭小孩，雨声，对啊，就是。就是你看晚上经过的话有那种叶子吹动的声音啊，白天有那个风声跟那个什么鸟叫声，然后有时候录到一半给我下雨，我是愤怒的怒怒怪，不行嘛，懒懒出来，我不知道懒懒在不在，还在云月台啊，要看一下。啊，周边斗地真的太吵了。妈，这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跟你们两个聊对吧？来，不要看看懒懒，懒懒懒，他不在，他不在。哎，你们看过他休息耶？快休息。我还是觉得他手会长出来，怎么看就在铺梗啊，那可能怎么可能这个位置刚好是肩膀，却没有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很好看耶，你们是因为不喜欢他肩膀那两圈吧？我看这是伏笔呀。睡着了？啊，你睡着是站着睡哦？很像扯铃，对吧？很像那个手机支架后面有没有拉开变这样子？我是觉得不错，我也觉得不错啊。你说小朋友怕溺死，然后在肩膀、手臂旁边放两个那个吗？那个气圈还是什么的？可是这只就是水属性的，水系加龙系，它能骑吗？不行，我也想骑它。好啦，你们聊完了没？好吵，好吵。睡觉，睡觉，快睡觉，快睡觉。睡着了。
睡着了，后面一根。聊累睡着了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不是泡芙了，我那时候是刚刚讲说，哦，他的色眉太像，他的色眉色尾太像梅子了吧？月光花月安安，我那时候说，哎、欸，他色尾好像梅子哦、喔，我刚讲没礼貌，哪那么可爱？妈，这很像梅子哎、欸。睡着笑，笑到睡着，那表示他做美梦啊。我这座山是不是有 bug 啊？不给我时空歪曲。睡醒了、哦，抱歉吵到你了。睡觉，睡觉。啊，他站起来马上睡着。他是歪头睡。他怎么不是坐下睡啊？好累哦。啊，睡着了。他睡着是抖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好冷哦。你还是喜欢看这个是不是？啊，我突然觉得好看不习惯旧的哦。太大了，来来来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看不习惯，不习惯了，不习惯了。哇，珍珠变小，好小颗哦。你来抽。还做噩梦呢、啊，这是那种小狗有没有？小狗刚带回家，然后这样子喊名，雅丁啊，睡觉，回家，不要看我，睡觉。啊、你怎么不睡？你是不眠哦、喔？睡觉？就你还没睡？你是我？
对，喊名哦，可以画一只长耳兔抱着小泡芙的图了，哎，我要看谁？哎，他们不睡的，哎，留一手。太大了，我直接睡着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啊，不啊，我 FB 上有分享。等一下、喔，那时候是那个谁丢太高，像这样子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他好像这样丢太高，啾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醒来了。欸、他是不睡觉的、欸、不好玩。不合算。想说他大小手没有他叉腰。摔死是吗？对啊，我有分享那个照那个影片。啊好啦。到观台都还没有时空歪曲。好啊，都这样啊！我饭都快吃完了，还不出？有剩鱼了哎、欸，鱼！鱼我要用手指哎、欸，我用到我的食指跟拇指了。Hello 呀，ドリブルヤクマン。来自己。时空歪曲是看是这样吗？就不知道啊。我那时候去那个黑曜六第一张地图，我进去三分钟，忘记多久，我只是随便绕一下就有了。他、啊、那天不就刷到泡芙社，我就想随便附近绕一下，就绕一绕就出来了。我就只有这一张，没有遇过时空歪曲。还是我这个版本是没有办法遇到的，努力解课题。那你阿尔宙斯打完，出了出了出了，哇，我来了40分钟哎，各位走了，起床起床，走了走了，歪曲出来了。我差点把鱼喷出来，你看。我们十歪出来了，这有什么666的啦？我是刚好在吃东西的时候瞄了一下荧幕，不然我可能会错过哎、欸。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的话，我更不可能注意到啊。十歪，只好10歪。没事、欸、等一下检查包包，空的，完美 ，nice， 歪曲，你叫我吗？没有在骂他，骂你就烂，一直都不出来，
他再不出来就真的怀疑说有一些有没有特别的机子不会出本机限定。欸，夏马克不在，阿亮也好久没有出现，他是不是已经玩的差不多了？忍者服装，对啊，其实之前就想换了，只是没有什么契机、动力跟什么鬼东西的。我想说，昨天我录完音之后，刚好在那个服饰店挂机，然后想说啊，顺便换一下好了。那我想搭那个樱花儿的那个衣服，就粉红色的啊。我这鱼刺好大根，我天啊！我昨天把鱼刺吞下去。应该说鱼骨头。他说：“哇，反正吃鱼刺哎，好好哦。”我说：“我差点被鱼刺噎死。”好夸张哦，被鱼刺噎死哎。你们有那天玩宝可梦的有在看秃头博士吗？我昨天看他在不知道在干嘛，就发现他课题是6万多。看看我的课题，不，宝可梦研究点数啦，我77000。看他昨天是6万2吧，还是6万6？我想说哇干，我好拼哦。明明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。哎呀，好有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是好晕呐、啊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点到，等一下，意外，这是什么？章鱼头。哦，这边好好捡哦！不行，好难捡哦！看到一步了，等一下。
欸，中了，对啦。木木小啊，白痴哦，什么事？我躲。阿小，阿小，哇！我过了，公的啊，真的很硬哎。也可以吧，哇，灵界之布是他会掉哦，笑死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他你有没有课题？捕获次数。绝佳绝佳绝佳，好，这个啦。我要死掉了，我要死掉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快跑快跑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不要啦，宝可梦要杀人啦！哎呦，点，嘿。
我滚！我滚！啊，你又来了，嗨！硬邦邦呢，完了，要被打死了！他用妖精打死我了，酷欸！酷欸，要被打死了！好，我也加防御力了。去死吧！我开了叫声，谁？你说仙子一步吗？那你落单了哦。男的打死，繁星的叫声没有，你就不要到时候被我抓来叫哈。野喵君安安耶、yeah, 啊，对，野喵君，要不要到时候是你叫给我听，而不是我叫给你听？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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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满足，满足，刚好关台，啊。终于见到传说中的时空歪曲，朝思暮想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了。不过等一下关台了啦，因为我肚子好痛，我要上厕所。干嘛探头？欸，我很想把探头这张拿来做手机壳欸。因为原本那时候跟蓝蓝做一个那个手机壳，那时候随便网络上找张图片啊，有现成的，然后当时用的那个是细胶的，结果我不是之前没有看我都知道我脖子不是挂一个黄色的那个吗？手机的绳子，然后那个细胶的就是弄一弄弄一弄把那个扯断了，对啊。不是探头很可爱，是布布很可爱。对啊，就这样，大概这样。他会不会做来卖？我不知道啦。想要先自己弄一个看看，因为每个人的手机不一样啊，格式那些不一样，就很麻烦。大说是可能要有什么厂商合作，就是你去下单才会印还是什么的，手机壳买包，对吧、啊？就可能没办法自己做，可能说苹果从一做到现在十三哦，然后。就没办法量身定做啊，就可能要多买什么，多做。但多做就有个缺点，就是卖不完怎么办？就像我的那些旧的商品，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你要出新商品才会，旧的商品才会可能有损，有人顺便会去买。好了，感谢各位，今晚就到这边了，就到这啦，感谢，抓了37只呢，我好久没抓这么多了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抖内是不是超？唉，这是 TK 会去吗？不会。
我想说怎么回个任务有闪光出现，北蓝白痴老居，我来申请祝贺了，我祝贺，感谢老居，你要什么申请什么东西，然后回个任务突然蹦出闪，辛苦繁星了，七打 OTK， 别说 TK 啦 ，T 我都不会去了。生日祝贺白痴，老巨生日快乐！你要相信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很特别，白痴哦，因为我的抖内音效换成闪光出来的音效了，我才会说白痴老巨吓到我。对耶，你是二月宝宝耶，好夸张哦，给人家钱搞个生日快乐还被骂北七，哇这人怎么这样，这人真的很夸张耶，你不觉得吗，来赚个钱去关台，好扯哦，明天是哪边呢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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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嗯，在这里。来取暖，没事，温暖吗？这30块花的值得吗？真的帅，真的帅，这人的装。比我去年 FB 祝贺的还多，哇！嗯，耶，又有5万块了，好好，我身上随随便便都这么多金珠啊！今天没有闪欸，对，雪喵喵，雪喵喵，安安，好了，我们巡完就走咯，还是你是说比 FB 还要多骂你白痴，我说有啊，比去年 FB 还要多骂我白痴的唯一一个，好了没有了，回家回家，欸蓝蓝，刚刚阿兵找你啊，刚刚阿兵叫你，你有听到吗？还是其实你都在那边装死，装不在？第一次听到87的祝福，不是哦。欸，突然一个抖内音效是闪光的音效，你不会吓，你会吓到，我会吓到啊。啊。
懒懒靠就是他就不睡觉的啊，没在睡的啊。哦，说到这个，我一直忘记把江城都 NPC 的，还好。自己改闪光还骂人，不是你的时机抓得太好了，欠骂。你现在都好好睡，我之后也都会好好睡啊。那之后换我好好睡，我可以骂你。你这样好可爱，好喜欢。你是说这只角色吗？行，我想看一次大量发生，一次就好。拖延症，比较晚来。哎、欸，没有闪呢、欸。欸、他不给我发生大量大量发生发生大量。来，有没有卖东西？有欸，透明机器，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买。看，好赚哦。你看阿兵，我有睡觉哦。你看阿兵，我睡醒了。早安，阿兵。你好好睡觉才喜欢我，那我好好睡觉，阿兵会喜欢我吗？不会。你要懒懒好好睡觉很难啦。每次跟我讲说会好好睡觉。他、啊、也都是我睡醒了，欸，七八点还没睡。文档。好扯哦，台主不是说要关台了，怎么还在开？因为我要给那些不知道花言怪多难刷的人看一下，过去真的不一定会出现。你要正常睡觉时间才，不是有睡满八小时都是正常时间吧？看，没有出，没有出。没有啊，那时候就是在光遇啊，他就是暗怒啊，我觉得他很可爱啊。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以为是欸，我以为是欸。不要日夜颠倒。没有啊，我在过鸽子的时间啊。对，我在鸽子那边作息是正常的。我的天啊，我又是在这里。好啦，看看有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要去厕所了。我要去厕所了。你看，没有花言怪。缺一堆鬼尸，我快变成表情复发了。你不能故意激怒怒怒怪，小心哦，不要逼扳手洗板哦。
没有了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，改天在实况公寓给你们看，大家晚安咯，拜拜，我要去大便。大便了，拜拜拜拜。看台看到睡觉没关系，我们去睡觉哈。两位马吉晚安。啊，好啦，老G再一次哦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